慢点啊，娜娜。敢不敢比试一下？啊！能够和你们年轻人多待一待，真好。修好了，这边。丫头，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觉得俊俊是你的 Mr. Right？ 是的，什么？其实啊，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。无论你们是如何相遇，是萍水相逢，还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是自由恋爱，还是一纸婚约，只要最后你们选择留在彼此身边，直到生死将你们分开，那就是爱情，就是对的人，就不要错过彼此。就好像我认识俊俊爷爷的那一天开始，他就再也没有从我的世界离开。